陈乔恩晒老公视角出游照，打扮青春少女感足，腿部贴胶不引担忧。2月22日下午，陈乔恩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老公视角出游美照，开心称与 Alan 在新加坡游玩，去了阿凡达体验馆。当天陈乔恩十分靓丽青春，披着长发，画着精致的美妆，身穿白色中长款衬衫裙，腰部的黑色设计完美展示纤瘦身材。她还穿了一双黑色长筒靴，整体 look 又甜又元气。陈乔恩本身就保养得非常好，脸上几乎看不到岁月痕迹，年龄与她只是一个数字而已，青春感满满。不过从照片可以看到，陈乔恩的一条腿上贴上了两块长方形的胶布，这是腿部受伤还是怎么了呢？网友们纷纷跑到评论区询问她的腿怎么了，担忧留言，受伤了吗？注意安全，腿怎么了？姐姐腿是受伤了吗？注意安全。陈乔恩在嫁给 Alan 后是真的嫁给了爱情，脸上的幸福藏都藏不住，眉眼间的温柔更是惹眼的不得了。再过不久，陈乔恩和 Alan 就要迎来领证结婚一周年，相信当天夫妻俩会好好庆祝一番，期待下一波高堂，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幸福甜蜜。